新市罗威科技中心今年迈入第28周年，每一冬拢会来举办博款晚游会。今年也伫今日上午举办活动，现场除了有义卖，也有精彩表演。伊每一冬拢会参与爱心行列、新爱优刷电视，今年也持续回馈社会，协助义卖。现场是请了真侪民众来参与，希望透过晚游会，将爱心甲力量聚集做伙，好社会有搁较侪温暖。囡仔装扮成古锥的动物造型，伫台顶表演带动气氛。这是新市罗威科技中心28周年的活动。每一年中心拢会举办木款晚游会，现场除了有义卖，也有精彩的表演。除了是庆祝罗威生日，也是希望透过活动为永康新兴乡的社区服务古店募集经费。今天是芦苇28周年庆木款圆游会。那每一年呢，都有非常多的一个赞助厂商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。那芦苇呢，每一年服务的身心障碍家庭超过900户，那么所需要的经费非常庞大。而且我们在前年为了在永康我们身障人口最多的这一区呢，再去拓展我们的服务，让更多有需求的一个家庭呢，可以有专业的介入。所以我们在前年度开始在永康新建了一个大楼，期待透过更多服务的一个介入，可以让更多的身心障碍者获得帮助。但是因为这两年的一个募款的一个状况其实不是很理想，所以我们目前还有900万的缺口需要来募集。那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圆游会，可以让更多的一个社会大众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然后获得更多人的支持。现场会当看到有一个志工正在进行义卖，今年总共有超过100个赞助单位。而一直以来，立信公益的新影优线电视也组成志工队参与协助义卖，希望透过大家努力佮支持，将爱心佮力量组织成佫较侪能量，互规个活动更加圆满。那我们办理这样的一个活动呢，其实需要投入大量的一个人力资源。那尤其是志工的部分，其实每年都是我们非常欠缺的一个部分。那其实非常感谢在长期以来，像有灿阳企业，还有像过去新永安也曾经来支持过等等的。那因为有志工朋友的加入，让我们的一个活动可以更圆满。所以期待说未来有这样的一个志工需求，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人力可以响应我们。透过义卖募款的经费，全部拢会捐予罗威科技中心来做使用，让新众朋友会当得到帮助。借着活动，也期盼让更加侪人关注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，并且让这份爱和关怀持续延续落去。记者沈美新市区采访报道。